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今天要带大家去耗资23亿多美元的 Sphere 六 D 影院去感受一下。等一下见。先试一下命。现在是早上10点半，然后我们要往 Sphere 那个方向去了。听说这个球呢是耗资了23亿美元打造的，是一个六 D 的这样一个影院的体验，票是一张是100多块，看看值不值。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省停车费的小妙招，就是如果你要去看 Sphere， 你现场停车的话，它是30块一辆车，你如果网上提前订的话是15块。但是还有一个免费停车的办法，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车停在这个永利酒店，然后走10分钟过来，因为它永利酒店有3个小时免费停车。所以呢，你如果是能在3个小时内看完这个纪录片回来的话，就还是可以省下这个停车费的。这个球近看，原来它是有很多一个一个的灯组成的。我们现在是站在不同的 spotlight 里面，在这个 spotlight 可以听到英文，然后在这个 spotlight 是听到的是中文普通话。这将让您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。然后第一个 spotlight 是阿拉伯语，我们去听一下。这边是西班牙文，所以等一下在那个球里面呢，不同的座位也是会听到不同的声场。My friend in the cowboy hat has the boogies.我觉得有恐高的人尽量不要选坐这么上面的，但是听说上面的视野非常棒。现在已经结束了，要准备出场。
了，大概是一个50分钟的纪录片。听说这个 Postcard from Earth 它是一个导演专门为这个 Sphere 拍的环保的纪录片，总体来说还是很震撼的。它的配乐我很喜欢，配乐很好。给大家一个小小的 tip， 就是你们要去 Sphere 的话呢，一定要带外套，然后最好是穿长裤，因为真的是好冷。现在是中午12:50，然后现在的气温是46度，里面的冷气很冷，有多少度我不知道，但是这样的一种温差一进一出的话，真的很容易中暑或者感冒。所以打算夏天来拉斯维加斯玩的朋友，真的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而且大家的手机都会因为太烫而无时无刻的宕机。